它看起来前面长得又像大象，但是呢又比较矮，然后它的脚呢又长得好像那个牛的那个脚，还来不及它就开始抢汁来吃了。哎呀，它那上面的那个细毛呢就很像马一样，就很细很 fine。 刚才那个阿邦讲它追着来的时候啊，如果它咬你的时候啊，它就是用那个尖牙来咬。它其实哦就好像在家里喂一只很大只很大只的动物冲凉那种感觉。